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安安的 CS 实况，我是安。哎，其实开头应该是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门怪物神话。好了，不管了。小东说，都说我没有说这一句。好，没关系。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？哦，吓我，吓我！哦哦，救命啊！我不小心被雷比亚看到了，救命啊！啊，对，刚才那个是雷比亚，被他捉到的话就嫌麻烦了。好，好，先放到公共资源。走！哇塞，雷比亚居然这么近啊！麦，哎，按错了。哦，打扰这个会有钱，应该大家就知道。反正就随便玩玩嘛。看我这，白费我一刀。等等，再点战斗。哎，好，保持度满了，可以出发了。自己看到头上这个雷比亚，其实我有点担心，因为雷比亚很恐怖。我果然还是生存专家比较擅长。你确定要给我来这一只的话，我就死了。哇，果然发现了。打游击。喂，嘿，安安，嘟嘟嘟，哦，晚上来了，夜晚来临，哇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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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更酸了哦，哦，没电了，快点啦！刚刚 看到狂暴达叔，去死去死！哪里？哪里还有？你这个臭沙啦，臭沙！好。刚才好像有听到 red 的声音，还真是有点危机。嘿，哦，如果我不在十秒内挖完这些的话，我就要出事了。哦，快闪哦！
两天再点。我真不愧是生存专家啊！我比较擅长玩生存，其他我都不擅长，所以不要找我。哇塞，僵尸还会从上面掉，我都不知道。你看阿比龙，我嘞，这是，哦，他在附近都没有我要的铁。坐下来。哦，我要冰死了。死了，哈哈，死了。想说打一个帮我捡，然后中枢又给我怪怪的。我的飞镖也捡回来了。哦，烦欸。哇塞，哇，我又掉下来。哦，哈哈，欸，不是在瞄准我吗？好，剩下给他们打。晚上要结束了。哇塞！刚出来就看到那种东西，我会不会带有点带晒啊？哇嘞，捡海底血。我记得，等十天以后再继续。哇，好险好险，这个要爆了。糟糕，又没电了！哇塞，该速度这么快！
这里跳不上去哦。哦，不要跟我说我接下来会再见啊！我现在已经进入濒死暴杀了。哦，这好像是战斗吧？对，战斗。啊哈！不管爬什么都累累，不管爬什么都累累。啊，我掉下来，幸好没生气。哎呀，我记得哪天会有阿比。铁吗？现在基本上只剩下两个，两三个人在运作，其他人不知道都跑去做什么。找铁铁，找铁铁哦，我们最需要的啊。我不会刚刚堕落来我这个群了。哦，我在实况。我直接给你啦，看我会不会提告啊？我这样，你如果实况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不会再让他来的。要提告很简单啊，以截图。主驾特产啊，也是。瞄准。哦，没想到从，那我黑名单一下，随便你啊。发现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，不是我要管的，是你们自己。怎么有呜啊的声音？哦，赶快吃一吃，三天耐久你，哦算了，三天耐久，那有什么？给你过，都卡卡。弹药又摔伤了，哦，我恨这个，明明就按取消，接下来他又不给我取消，我都快说再见了，还一直给我那个。等一下，谁惹到阿比龙？谁白痴的惹到阿比龙？我要被吸过去了。
太可怕了！等下，阿比龙为什么跑来这里？我现在快死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下太好玩了，接下来要怎么玩？What? 该损坏的都损坏了。都没，喂，你还在这里啊？啊？啊？我哪有？我怎么了？算了，没伤。哦，没有拿到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就先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最新影片，再点一个订阅。就这样喽，拜拜。